给大家演示一下《三国群英传八》刘备的终极技能“生擒敌将”。不管你是多么强大的武将，无论你是吕布、是许褚、是典韦，还是这一场太史慈，只要你在刘备身边，都会被刘备生擒。以德服人，高祖之风刘玄德，战场上三顾茅庐。这个技能如果是一级的话呢，需要待在敌方周围16秒钟啊，可以生擒周围所有敌将。像我这个升到3级的话呢，只需要12秒，他们就会被我们全部生擒。这对面还用玩吗？我就问问啊。刘备、刘玄德、城下以一挑四，全部生擒。关云长、张翼德二位贤弟，城头嗑瓜子就可以了。就算是吕布、吕奉先，也照样可以通过这个技能生擒活捉。